了什么创啥？你敢在你那里走心画画的呢？而且这个时阵，盖里好好当守鬼，被皇宫赢了位。是，是不是？明明咱是亲，啊，不过在我遇到困难的时阵，恁却是选择保全自己，跟我切合。在你的心目中，我永远都是排最后一名。既然你是安尼讲，我就无啥物通我讲的呀。你就是大细心，前世永远较重要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记者想办法正安处理我的代志，你这条可以全部办完，对吧？我挑拨你的公司，你如新天宇，你敢把我用掉啊？你得跟正安处理我的代志有关系。你个廖某子，就是害正安下落去的真正凶手。我妈有去过律师事务所，还佮有啥物窃结书的副本？迄个律师要把窃结书的副本提去给国庆啊！你赶紧，你赶紧替我去阻止伊，哈！你头先听我的。真挂念瘫痪，我马上直接甲处理蛋厂，即马无只事问。阿爸要花，我无做过的代志都是无做过。哎，恁这人真正是莫名其妙呢，一日一日拢来找我麻烦。吴本奈，我了解你的痛苦啦，咱即马就是爱报警，啊，申请保护啊，惨无拄伫你的身上，你唔知影痛。郭家铁，你就是大善心，前世永远较重要。咱就是，今仔日我来就是要你知影。我去请律师针对你的罪行，准备要对你提出告诉。我手头还有留下一个新社制定法庭的文件，我拢无可能会放弃。我服侍的计划，我一定会继续落去。不过，我希望伊能真正得到真正爸爸的亲情，也无因亲戚介绍你。